得就大家同一場分啊嘛。後邊仲有一個黑警多別另一個黑警啦。後啲啊，榮啊，俾少少位佢。
用我哋嘅能力可以破呢個娛樂警署，因為七二一就喺度啦。一年期間，警察咧都始終係話佢拉咗七個人，即係落網起咗七個人，拉咗三十幾個人。但係而家咧，成件事嘅真相，成件事嗰個嘅內容係話，佢仲今日唔係假傳播。我哋娛樂區議會咧就之前有呢個七二一嘅工作小組，但係民政事務處一直都係阻礙我哋嘅工作，一直都係配合我哋嘅工作，包括佢唔俾場地我哋去開會，包括佢而家個網站仲未有工作指導嘅一個記錄。但係我哋見到咧第一次嘅特別會議嘅會議記錄已經係見到，其實我哋娛樂區議會係已經成立咗工作指導，但係民政事務處仍然係配合我哋工作。我哋民主派33位嘅議員一齊已經加入咗工作小組，我哋期望開第一次嘅會。但係問題就係在於民政配合，再加埋限聚令，令到我哋資金仍然冇辦法開會。我哋舊年嘅競選承諾全部都係要追究責任，但係我哋見到不論係警察而家嘅作為，包括律政司而家嘅檢控進度，去到我哋見到監警會嗰份所謂嘅報告，只係一味太平，一味話全部都錯誤，一味去令到將成件事變成白衫人不黑衫人嘅工作，甚至有人話某位議員帶隊入元朗去挑人選民，呢啲嘅後真相嘅年代，我哋唔可以俾啲謊言去掩蓋呢個真相，我哋唔可以俾警方嘅不作為，去令到我哋冇辦法去爭取到七二一嘅真相水落石出。所以希望我哋非常元朗嘅一班民主派嘅同仁，我哋係會一齊行過去元朗警署。我哋希望趁今日係呢個最近七二一嘅聖誕日，我哋見到公眾未必可以有能力去參加集會遊行，因為天水聯之前申請過，但係就提出咗呢個反對聲明，所以我哋希望我哋喺一個合法嘅情況之下，我哋會分批會過去聯絡警署，去要求聯方去交代七二一嘅檢控進度。我喺6月30日咧，亦都聯同其他嘅區議員一齊係就住七二一嘅呢個嘅檢控進度同埋其他嘅襲擊案，包括1月30日嘅襲擊案，包括阿旭老闆喺門口俾人打嘅呢啲事件，甚至講緊喺樂平橋出現嘅男子打人嘅事件，我都希望呢啲嘅檢控係可以交代一個進度，因為警方加落嘅唔單止係七二一呢個問題，唔單止七二一呢個到而家未知嘅真相。我哋更加見到佢一路都係維護住黑社會，一路維護住村民，令到呢班人至今呢班兇手，你見到新槍殺警棍伸出嚟，你見到呢個 CCTV 其實停曬，但係點解一年過去仲未拉到人？我哋喺度嚴正要求警方係立即交代七二一嘅警棍真相，不容拖延。喂。各位全部朋友，你哋好，我是元朗區區議員葉偉。嚟緊兩日將會係我哋元朗區721慘劇、721恐怖襲擊嘅一週年。到今時今日，香港警察仍然冇將真相交代俾公眾，冇將公義還翻俾我哋香港人，冇將呢個清白交翻俾我哋元朗區嘅居民。由第一年開始，我哋每分每刻任何嘅現場、任何嘅衝突，我哋見到原本應該要政治中立，原本應該係要順己所能，係維護法紀嘅執法人員濫權濫暴、濫權徇私。對於一班嘅年輕人，佢會用槍，佢會用胡椒噴霧，佢會去拘捕佢哋。但係一班自稱愛國愛黨嘅人士，公然喺公眾場合口打別人，去襲擊其他人，就輕輕咁樣放過。到今時今日為止，足足一年，仍然冇人係要為咗呢件事係要負上責任。今時今日，呢一個政府大貪白嘅講成黑嘅，
原本有無數咁多嘅元朗居民喺七二一當晚受到襲擊，都變成黑衣人同白衣人互相口鬥，再到近住，再直情變埋係黑衣人有預謀咁樣襲擊元朗居民。呢一個就係極權政府當道嘅社會，所以即使係武漢肺炎肆虐，我哋冇辦法去呼籲大家參與大型遊行，但係作為民意嘅代表，我哋秉承住成個元朗區嘅民意，秉承住全部香港人嘅民意，即使疫情有幾嚴重，即使街頭抗爭有幾嚴重，嚟緊我哋都會繼續用盡一切方法喺街頭上走出嚟，係繼續去要求徹查呢個七二一事件。因為今時今日，我哋連舉一個白紙、舉一句口號，我哋都會俾人恐嚇嘅情況啦。我哋作為民意代表，更加應該要行出嚟。今時今日，所有嘅政府機關已經失效，我哋相信嘅係靠我哋每一個香港人、每一個元朗人喺街頭上走出真相。因為當所有嘅權力都交咗俾呢個政府嘅時候，佢無論喺抗疫上，定係執法上，甚至喺法治嘅程度上，佢都冇選擇係維護香港人。所以喺嚟緊轉頭，我哋一班嘅民意代表將會秉承住元朗區所有居民嘅聲音，係會走上街頭遊行，呼籲咁多香港人唔好忘記我哋呢一年我哋經歷過啲乜嘢。到今時今日，我哋仍然係要堅持落去，我哋係會堅持徹查七二一，堅持我哋係要解散警隊。
頭先，佢係示威人士。Thank you.
市民警方勸喻你哋咧，唔好留喺呢個區域啊！你哋聚集人數咧超過。